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枫，欢迎收看本期视频。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咱们的张伟丽对阵美国女拳王的一个视频啊。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张伟丽也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场地进行对战啊。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呢，有一个蛇啊，两边都有蛇，而且是在地下的一个地下擂台，这个新场景也是很不错。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正式开打，张伟丽的话上来两发勾拳打出去，对手的话也是防住一招。比赛刚刚开始啊，双方这个比拼还是很激烈的。这边的话也是张伟丽啊，进攻一直没有停下，双方交换了一个位置。哎呦，张伟丽抓准了时机，一发上勾拳是打倒了对手，自己抓住了时机啊，在这一瞬之间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恭喜张伟丽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啊，张伟丽的话也是很快就结束了本场比赛的一个对峙，很快啊，啪一下啊，那么也是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